劝架劝不动啊。我们说别打了，他也不听我们的。跳交际舞是吧？气了啊！玩真的了。我去。啊，不打仗哦，不打仗。玩了好几个回合，这一定要乖，不打仗哈！哎，不打仗。你打仗我就不给了啊！打仗哎，不能打。低一点啊，手别抖，低一点，你低一点，等一下，我掐脖了，哇、哦，听见咔吧咔吧响了没有？下面还有一个，对，这只怎么还郁闷了呢？比我还会打呢，哦，撞着我了。你俩是真忽略我呀？嗯，我这么大人，我在这站着，他俩真忽略我呀？是吧？转着圈打，跳到这个石头上来，一跳再跳，哎呦，好棒哦！哎呦，慢点，你别掉到水里面去了啊！吃吧，慢慢的吃。你过来也没用啊，你过来我也没有饼干给你吃哦。你是想吃饼干是咋的啊？不要拉我的手机嘛！来，最喜欢吃饼干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一点给你吃饼干，真棒！拿着，一双手拿着，行不行？一双手拿着，你会不会一双手拿着吗？看到没有？喜欢吗？你有多爱我，我就有多爱你啊！是吧？慢慢来吃啊，放心的吃，不会有懒的哇，懒来了我给你挡住啊，是吧？是吧？吃得胖胖的啊，明天我再给你带来啊。哎喂，你喂了他嘴里头噻。还长了。要吃啥呀？还来吃。要吃海椒面儿。要吃海椒面儿。要吃海椒面儿，对的。你看这俩手多粗啊。挠土挠的。啊。这是哪里？甘孜色拉。色达。色达。甘孜色达。药王神山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胳膊，哎呀，摸一下胳膊呗，摸一下胳膊，让我摸一下它。我现在都吃，吃吧。欢迎南岸高速的吃吧。天太热了，紫外线太强了，他在这躲这个阳光，因为这块是没有树的嘛。我在吃草，吃草根。狼来了，你赶紧藏起来，快点，快藏起来，快点！哎，你瞪我干啥？快回去！
快回去！你瞪我干啥？都跑完了，就剩他一只了。这可能是放哨的，今天。快回去！你快回去！你听见没有？这造型有点像谁的造型？回去，这是放哨的应该是。进去吧，赶紧藏起来，快快，快藏起来，快！现在我们把它赶走。现在我们把它赶走，一个大的领了一个小的。哇，警惕性好高，他在找，他在找狼，因为狼是他的天敌。这个时候，他们那个大的就要，起到这个警惕作用，去站岗放哨，然后小的全部在洞里边躲起来了。因为我和他很熟了，所以他不怕我。你现在给他任何吃的，他都是不会吃的。他应该是看到狼，或者是看到鹰，或者是看到狗了。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，因为他的哨兵在山上可以看到的。这会儿放松警惕了，这会儿是放松警惕了，这是现在是放松警惕的状态，应该是他的哨兵看错了。来，过来，我来了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小子去年我就跟他玩了，拿着，拿着。手抱着，你把袋子给我。这个是个母的，你看，是个母的。好吃不？好吃不？集合了，来，快点！集合了，给我排队，排好。小伙伴，来了，来了，站好了，站好，还有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停停！集合！给你们惯出毛病了，罚站啊！不许吃饭。锁喉，锁喉，锁喉，锁喉！裁判，给他拉开，给他拉开！
裁判赶紧上，给他拉开。好了，拉开了，拉开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第二局一会儿。小伙伴们早上好，来，都有份儿，别着急，都有份儿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别扒拉他，你再扒拉他，我给你一波溜子。来来来，来了，一人一块儿，一人一块儿，来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来这边，这边，好，吃吧。这小家伙吃饼干吃的太香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慢慢的吃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。干啥？哎，咋回事？嗯，叫一个，叫一个行不行？叫一个行不行？嗯，嗯哼。嗯哼，嗯哼。